分别的歌曲，我再介绍其他的乐队家，然后下一首歌是小王子，就是大家都了解这个童话故事，就是这个小王子呢，他在遥远的星球上，还有一朵玫瑰花在天天盼着他回家，然后小王子后来就通过蛇咬了，就死亡，通过死亡回家了，这个曲子原来是爱尔兰的民歌，叫《格里小调》，然后很多人都填过词，然后我就把小王子这个故事填到里面。我们来一起，闭上眼睛聆听小王子，因为小王子那篇童话里说过，说重要的事情眼睛是看不到的，要用心去感觉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小王子。抬头眺望那
有一天悲伤。哦，我的花儿，我想要回去了，回到我们住过的小星球。好，下面这首歌是《随心所欲》。好。